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今天这一集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古人类的发源以及它的迁徙过程。这个是考古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直到今天，这个课题的研究距离有着完整的结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最新考古的发现，这个课题也在不断的被补充和完善。今天呢，我只是就现在考古界比较公认的结论给大家粗略的介绍一下。那么古人类发源于非洲，这是现代考古界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在非洲，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30万年前和10万年前的考古遗址。那么在这些遗址所发现的古人类被定义为非洲智人。那么其中呢，发现最早的遗迹是在非洲的南端。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洞穴叫做布隆博斯洞穴。在这里的考古发现呢，发现这个洞穴里的古人类已经可以进行复杂的创新和思考。在遗址中呢，发现有珠宝、雕刻的石头、骨头工具、武器、绘画材料等等。那么这个遗址的考古鉴定年代是30万年前到7万年前。紧接着呢，古人类也就是非洲智人，它随着沿着海岸线就逐渐的北上，那么很快就是著名的出非洲，古人类出非洲。出非洲之后，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啊，现在的以色列领土上连续发现了三个重要的遗址。那么让我们来放大看一下啊，就是这三个遗址它的考古鉴定年代是194000年到88000年之前。这是考古学家在非洲之外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的遗迹。我发现的遗址全部都是在以色列境内，其中有一个叫做米斯比亚洞穴。后来呢，考古学家又在沙特阿拉伯的乌斯塔发现了88000年前的古人类的遗址，这样呢就把古人类的行动足迹扩大到了整个的阿拉伯半岛。古人类在中东到达中东之后，下面的迁徙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分支。一个呢是沿着地中海向欧洲，一个呢是沿着内陆向东北亚，再一个呢就是沿着印度洋的海岸线向着东南亚迁徙。其中最早的路线是沿着印度洋沿岸向着东南亚迁徙，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沿海呢气候比较湿润温暖，而且呢物产丰富，比较有利于生存和生活。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迁徙路线上，古人类曾经到达了南亚大陆的最南端。这个位于斯里兰卡的考古遗址发现古人类在38000年到30000年前就已经到达了这里。那么沿着这个迁徙路线的古人类后来呢，在40000年前到达了东南亚的婆罗洲，在65000年前就已经到达了澳大利亚。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条线，也是去欧洲的这条线。那么古人类呢向欧洲迁徙是在50000年前，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是在罗马尼亚。那么在罗马尼亚呢，发现了42000年前到37000年前的智人的化石，这也证明了古人类向欧洲迁徙的这个发生。古人类就是非洲智人进入到欧洲的时候在这个区域就和在欧洲已经居住了几十万年的尼安德特人产生了接触，双方开始杂交。尼安德特人所发现的最早的考古遗迹时间定义是50000到28000年前。那么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呢就在这里这叫做科斯滕基。在这里呢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和非洲智人杂交之后的现代人的化石。那我们再来看古人类的迁徙路线向着东北亚迁徙的这个路线。那么这个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在这里叫马耳他。这个地方呢考古发现了一个男孩的遗骸化石。这个男孩呢被定名为马耳他男孩。它的重要性是在于它的时间是在24000年之前。那么马耳他男孩在 DNA 分析上它和我们之前讲到的科斯滕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就证明了古人类是沿着这条路线向着西伯利亚进行迁徙。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呢是这里属于西伯利亚。那么这个考古地点呢叫做丹尼索瓦洞穴。那么这里发现了丹尼索瓦人，它也是显示出是尼安德特人
和非洲智人杂交的后代。这里的考古年代是15万年前到5万年前。整个西伯利亚的考古遗址发现呢，在45000年前，与猛犸象的化石共存的就有人类的工具，这显示人类在冰河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在北极圈内生存了。那么再来看看，大家一定很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我们中国地区的古人类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呢，古人类的迁徙，他们往东南亚走的这一支，东南亚走的这一支，那么经过这个路线，那么最终到达了呢东亚地域。那么这个路线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遗迹，那么很多人都熟悉的是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在2003年，我们中国这里的古人类遗迹已经得到了更新。那么在山顶洞人发现遗址西南方向6公里的地方，2003年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遗址，这个遗址被定义为田园洞人。那么考古年代呢，是在42000年之前，比山顶洞人还要早10000多年。这个田园洞人遗址的发现非常的重要，因为2013年通过 DNA 的鉴定，发现在这里发现的这个遗骸化石，它和欧洲人还有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土著有着共同的祖先。另外呢，也发现这个田园洞人，它是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其他人种的共祖。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田园洞人它来自于从中亚地区的古人类迁徙。另外呢，我们所熟知的北美印第安人、美洲的印第安人来自于欧亚大陆，是由这个地区的古人类向北迁徙过白令海峡到达了美洲。那么考古学家又是如何确定东亚的古人类是从东南方向的迁徙路线到达东亚的呢？这要提到这一个关键的考古发现。这个考古发现呢，是在2009年发现的，是在老挝的北部山区。那么这里发现的猿人化石呢，是在一个当地叫做猴子洞的地方发现的。它的考古年代呢，是在4.6万到6.3万年前。这也是距今所发现的在东南亚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那在这个考古遗址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在 DNA 分析上和东亚的田园洞人非常的近似，所以呢，考古学家现在认为这个田园洞人是来自于沿着这个路线经过东南亚老挝这个地区，然后再向上到达了东亚地区。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呢，是在日本在日本这里也发现了一个古人类的遗迹，这个地方叫做山下洞这个遗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叫做山下洞，它的考古年代呢是距今32000年之前。那么今天这集呢，我们讲了人类如何从非洲古非洲走出来，走到中亚，然后从中亚呢又分别向东南方向和东北方向两个路线向亚洲进行迁徙，然后另外呢是沿着西北方向沿着地中海向欧洲迁徙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些知识。下一集呢，我再给大家讲古人类是如何向美洲进行迁徙的。